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月。那么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玩 1.20 电财生存。来，观众，我们上一次呢，不就是一口气盖了四栋房子吗？一栋房子要加一组钻石啊！这个虽然说目前还没有人跟我下单，就是那总之，我们今天的话要做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观众们到底又出了什么样的任务啊！这个观众呢，给了我330块，他说：“月哥，别管大家有没有兴趣，做一期自己觉得有趣的事。”比起想让我做什么，更想看我喜欢做什么、我喜欢做什么？老实说，其实，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应该说，《麦块》这款游戏对我来说，我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不太会感到快乐。就比如说，我今天盖一栋房子，你们会觉得我很有成就感吗？没有，零。或者是我今天又屠龙了，打凋零怪了，会有什么快乐的感觉吗？没有，零。我目前玩 1.20 觉得最有趣的应该就是看观众们的留言，然后可能有一些观众会出一些比较不合理的留言，我想办法把它达成的，我会觉得蛮有成就感，蛮有趣的。然后或者是观众出了一些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无聊的题材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尽量想办法让它变得更有趣，因为我有动脑去想要怎么做啊，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做起来都还蛮有趣的。啊，如果是要我单纯做一件，我会喜欢的事情，好像真的没有哎。我目前一天的作息大概就是开麦快，然后拍片嘛，然后剪片嘛，然后上传嘛，再来就是没错，玩这款游戏啊。马英这款游戏应该是我近期少数会玩的唯一一款游戏吧？难道那个观众说想看我做喜欢做的事情，是想要看我玩这款游戏吗？不过我猜各观众应该是不会想看我玩什么打怪游戏啊。我如果真的玩这款游戏初级的话，我这一集流量应该直接大爆死。你看这个人是白二哎，这个死萝莉控。好了，我们回到游戏啊。既然是要我讲我今天要做什么的话嘛，以麦块来讲的话，要应急一个也是可以啦。如果真的要讲的话，我目前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片头为什么要在阿洛家挂机。那既然他在这里挂机的话，我们就往下挖，把他就是让他就是掉到世界最底端好了，开个光源。恶作剧应该是我觉得玩麦块目前啊比较有趣的事情。OK， 那目前呢已经到最底下了，希望片头会在这边开心啊。然后飞上去，再来呢就是找阿洛，我们问一下阿洛在哪好了。阿洛来你家，好啊。可是我想先去重生顶一趟然后我们就威胁他说他不回来，我们就要把他的猫弄死了。快点，快点，猫死！我再快了，我很快。接着我们就把猫推到洞口那边去。来来来，我们推推推。哦，阿洛回来了 ，Hello， 阿洛。来来来，我们把他带过去。然后当着他的面有没有把黑炭打下去？为什么你要把我的猫跟？我们要看左下角出现他有没有？等一下，我怎么飞？白痴！不对啊，这样子我又要被观众骂啊，说我在欺负别人。然后呢，他目前呢就，哇，他怎么直接跳下去啊？OK， 然后呢，他目前就倒死下去有没有？等一下，他这样倒水不会害死自己的猫，还有偏头啊？好慢，这个水，我的猫咪死了！等一下，我感觉我不太妙，我可能要下去救他们一下。偏头怎么那么持久啊？他自己要溺死了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要溺死了！等一下，偏头在扣血！我靠，完了，我被他敲死了！等一下。我讲片头历史啊，不是他怎么没血？片头死哦，白痴哦！等一下，连我都要溺死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溺死了！不是，我要溺死了！挖个洞。等一下。哦，好了，我们恶作剧到此结束啊！赶快帮他就是把东西拿一拿。然后呢，把他们的东西全部都丢进去。哦，哇，我们的东西在这边。
好啦，那总之阿洛拿到那么多物资应该是蛮开心的啦，我们应该可以直接走啦。好啦，那除了发生人员伤亡之外呢，其实并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哦，我相信各位应该是还能接受的啊。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，我想一下我们还要做什么哦。像下雨，是不是刚好是雷雨天啊？好，不确定，应该不是。但既然提到下雨，我其实有一个东西蛮想拿的啊。相信各位应该都知道哦，就是我们麦块最帅的武器三叉戟。我想要特别去打个两把三叉戟吧，然后附上一些附魔，这样子呢也拿三叉戟来丢人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啊。然后是不是好像有其他有盖的那个沉思塔的样子哦？刚好我们现在呢就来去刷一下。哎，阿洛怎么也在这里？我刚才追上他，看能不能打到他。这个哇，这在空中很难打到人哎。哈哈，打到人了，各位，我达成一个成就了，在空中有没有打到其他人？像是阿洛觉得我很厉害吗？你们是不是还蛮佩服我的？你们就说还有谁试过用翘翅飞在空中的时候打到人，说来给我听听。哦，好像就这个是不是沉思塔，它是盖在这个湖面上的是不是？我们马上来这边看一下。哎，怎么有人在挂机啊？这是谁？ JC 怎么在这里啊？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三叉戟，有两把，我们是不是其实可以给他偷干走？哦，这边其实很多把，我们好像也不用刷，对不对？我们偷拿个几把应该是 OK 的吧？有没有？我们就这样直接拿两把走，应该可以啦。不然大不了，有看到这一部影片的好不好？盖这个城市塔或者刷这个城市塔的，到时候可以那个找我啊，找我就是拿这两把三叉戟啊。我们只是先借用一下，我先借用一下，大不了就先上车后补票嘛，我们后续再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OK， 那接着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是阿洛的这个村民交易所嘛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就是修补的书，通常应该会有吧。哦，看到修补20个绿宝石就够了，是不是？我这边还有就是之前私下砍的一些木头，有没有？我们来跟他换一下那个绿宝石啊，来换换换换换。OK， 那总之我目前已经换了52个绿宝石了嘛，那接着就不用多说了吧，直接换个两本出来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一趟中介了，接着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各位，我们就是在这边有没有不断的刷，然后就是先给他附魔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啊怎么这里没有青金石 ？What？ 青金石被人干走了，各位。好，那先我回家拿一下。然后这什么东西？为什么阿洛要忽然丢个名牌给我？他是要我帮猫取名的意思吗？我才刚回来而已。好了，我随便取一个啦。哦，啊！不要！他已经阿罗已经很快乐。好了，言归正题啦，这次终于可以付了啊！我们首先先给他付一下。哇靠！这什么？这是不是开挂啊？什么鬼啊？来了，那一样。我们直接硬敲上这个修补哦，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吧？我想不到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附的，你知道吗？再来就是看另一把能不能拿到波涛了，好不好？有波涛的话，这把应该，就更好了啊！怎么是中层啊？中层不要刷掉，来试试看这个耐久啊！哦 ，nice， 这个就不错了。虽然说它。只有这样子啊，但无所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拿波涛最主要就是要拿来快速移动的嘛，所以我觉得目前先这样就好。再来就是来附上修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来把它那个经验值充满 ，nice， 这样子我们目前就有两把三叉戟了，你知道吗？太酷了！老实说，我好像从来就没有那个实际用过波涛，对不对？就我之前用波涛可能都是稍微用一下而已。我其实好像也没有很认真去钻研波涛能干嘛，我只知道这个波涛很帅啦，就是会乱冲啊，其实还蛮帅的。之后可以拿这一把来去打那个海底神殿哦，但这些都不重点啊，各位，我们重点拿到三叉戟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这个，哈哈，免洗笑话 ，nice。那总之，我们今天这集应该就差不多先到这啊，不知道各位对我们这个休闲日常有什么样的想法哦？
哎，也许有人会觉得很水啊，那也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这个系列就是来水的，好不好？那总之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